需要把切丝刀张开，自动状态。现在需要导下电源线的正反转，需要导下电源线正反转。断电，断电之后，这个总电源电源线也得断电，需要断电。断电完了之后，需要颠倒两个，颠倒两根线 L1L2 两根电源线，随意颠倒，颠倒一下。颠倒之后，水泵上水，水流太大，关小一点。手动试一下卷网，往上边旋转为正转。现在开始，万数设定38，当前万数需要调成手动正点动，把刀板放垂直，放垂直之后，当前万数这是3，上面有数字，需要万数清零，两个都是0，状态下自动启动。自动状态，一会儿把定位针再动一下，调一下定位针，不行，平了是吧？推动着针，整体都动的，不是整体动，逻辑断了，那个逻辑断了，这个紧上，这个不行，紧上。完了，使劲，来，提溜着，你提溜提溜这，就是这样，提溜这个，对，往上，对，接着揉，这个长，看到没？还是这样。